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对，你跟大家说啥？电影就是可以去能看到在的惊鸿啊！我在电影给你挑一个。啊，我在电影给你挑一个。哎呀，真。他说啥呢？他们说牙齿有东西。他说他是一呀、啊。哇，很好，好好看。怎么办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牙齿上有一个辣椒片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多好看啊，辣椒片，这装饰品，还是没弄掉。你快跟他说话，很过分。我老婆清理一下牙垢，然后稍等一下。你有病啊！没有，他在清理我的牙垢，然后我不让装饰品，清理我牙上装饰品。我不活了，好看哎！那小朋友不都喜欢往脸上贴点什么花花纸？你就往牙齿上贴，不一样的，还好吃。对，大家可以在 TV 上。真的很过分，我播不下去了。是吗？什么叫清理我的牙垢啊？我还活不活啊？不是牙垢吗？这一套小律师。到底睡前他也是一顿亲都没亲上，你在那发啥音呢？在假装合约情侣，在假装合约情侣哦。是真的吗？你把那合同掏给大家看看。把我们的合同拿给大家看看，我们签的是几年的来着？1000年。他们说你在憔悴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看看我前有没有口红，给你涂个口红吧。可以啊，你帮我的沾点啥假睫毛啊那个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就给你涂一个嘴唇。干嘛？你又来了？我以为你要给我弄啥睫毛啥之类的。我看着有那么憔悴吗？昨天晚上就是感觉睡觉的时候真的有，就是那种肚子也疼。然后脑子还胡思乱想，就感觉欲火焚身，然后没睡好觉。讲什么呢？讲昨天晚上色情小事情。但是我根本就是不知道。不用那个了，就是我嘴唇白是吧？来，抿一下。这样。今天吐口水，这样吐我脸上了，这样，好，好甜，苦甜苦甜的，没事，毒不死你。我是虫做的吗？怎么？一只虫，就是毒不死我。那为啥要在我脸上弹？你别给我弄个红太阳，我看。不会的，好看了吗？好看吗？有啥变化呢？怎么确实感觉今天有点憔憔悴悴的，为什么？我们今天不挺活上的吗？天哪，尤波啊，我是今天早上活泼到下午啊，活泼到晚上。我也活泼一天啊，我刚才客人来了以后，我说欢迎您，你们请进，请这边坐，我今天不一直在里面这样的。我还叫他打毛呢。没小陈吗？我们刚见过小陈啊。真的吗？你给我涂个嘴唇，然后我就变成你的眼珠子，你的眼珠子有问题。你看你的眼大双眼皮太双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是吧？该怎么办呢？怎么？但是我一会儿就可以把它弄是累的吗？不是。来，好了，恢复了。你又要给我整个啥呀？咱不是整美妆那挂的。你不变，世人都想变，路过人间。欢迎大家收看鲅鱼的美妆视频百变小生。我是今天那个直播间请来的 idol 哦，不是 model。 不要你咋了？我不像 idol 啊，我是不是就是你的 idol？你以后在家里可以叫我那个 idol 吗？美妆直播今天教大家怎么从一个丑人变成一个好看的人。
首先我们美妆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把要确认你的眉形，然后你的眉形呢，你看像男生的眉毛呢，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，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，一定要突出眉峰的高度，然后他的眉毛你看是这样的走向，然后往下走，相信你们这些懒女人也不会化妆，就看着我教你们就好了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然后我眉毛要用化吗？那你在那儿画着真眉呢？哇哦，真的变好看嘞！哇，你真是妙手回春，一下子变精神了，真的，一下变精神了。我感觉就是有一股能量从我的眉间冲了出来，然后我现在觉得我很有力量。我觉得是你的。是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今天他说懒女人，对，相信大家，当然我跟你们说，这点歌听了跟你们说，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说的就是你。不要紧，马上拿起你手中的粉饼，跟拿起，咱们就是带家的，冰冰，我是那个带孩子做饭的，干嘛的，停下你手中的活，跟你说，就坐下来看着我的，拿上咱们的这个刷眼影的东西，点一点在你的眼皮上。立马咱们的就是气质就出来，对，就像那个刷厕所，就是30岁老公再也不拿着手机蹲在厕所一蹲两个小时，就是马上就是拉完屎就出来找你的这种速度。来，你知道是你眼皮看那个什么了？我来，闭上眼睛。没有懒女人，只有丑，哎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对，只有丑女人，没有懒女人。我是男的。只有丑男人，没有懒男人。哎，不对，只有懒男人，没有丑男人，没关系的，家人们，来闭眼。咱们这手法就是还不错，一起刷了吧。用不完吗？来，然后我前段时间呢。看了一个美妆教程，他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来，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。这样侧面，对，他就你看这个鼻子是这样的，他们如果让鼻子显得就是小翘鼻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加上一笔，把这个画成一个圆头出来，立马显得鼻子就是又小又翘又好看。哇，真的呀，我感觉我鼻子现在只有2毫米的宽度，真的好精致，好小巧，我感觉我可以捉死你，捉死，怎么越画越困了？谁说的？没有啊，我感觉现在有一股能量从我的鼻孔里面穿了出来，就是他化妆的技术就是有魔法。来，往上看，往上看，他们说你越画越困，我就不相信，怎么就越画越困了呢？给你画黑眼圈出来。上当，我不会给你化妆，怎么办？真的越画越困，怎么办啊？家人们怎么办呀、啊？越画越困。天哪，怎么感觉我自己都睡着了？没有啊，我觉得我现在老精神了，我看着我就是感觉我很有气质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困了，怎么办？我也困了。快快，我的眼泪。哎，好厉害，把一个零画成，把一个一画成零。那这眼睛咱们也画画。来，往上看。是这么用的吗？怎么为什么这样？就这样的做呢？好吓人啊！就是他，就对不起。咱们就说自己对待自己的手和对待别人的手是不一样的，我只会给自己。我80，他70。好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回旋旋转。我知道你有多可爱。站着唱，你唱不来，整我也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卡应该。哎呦妈！你这像接活了的啊！发财发财！怎么穿成这样？跟你说，不允许在抖音给我就是靠这出找对象啊！我告诉你，找对象。你在尿尿，不能穿这啊！你在尿尿，我对象得生。来，
我以为你下面感觉小，哎，什么叫不准穿成这样小对象是啥意思呀？我以为你刚刚在那上面这样坐着，然后下面就是在那上面尿尿。哎，你俩要输的话，你俩就那个对着晃腰啊，就是抖音上有的那个。我们还会输吗？不一定啊。我们会输吗？我们会输吗？我们是抖音的一哥。我们是我们的和那个名叫啥？难以自拔。难以自拔。难以自拔。我觉得你俩应该叫抖音二姐。二姐不是有人叫二姐的吗？没懂我的意思。嗯，不想懂你的意思，我化妆呢，快点的吧，你们俩打吧。欢迎小叔啊。我不能霍霍肖浩南呀，肖浩南没有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。我现在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了。你说他坐着尿尿。你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哪儿都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了。那咱俩打，你说吧，想怎么罚我？我想打你俩。打，我就是先化化妆，让他给你唠唠嗑，干嘛想跟我唠？你俩要说就晃腰了，我不想跟你俩唠嗑，换 PGG。我今天被侮辱坏了。那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说你怎么着，你说你把你那两个这个插一下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来，然后老铁，然后你插一下，你插一下，然后你咱们放个歌，就是那个，对呀、啊，快活啊，你这样就行。那不是舞女泪吗？那是什么歌？就那个痒痒痒，来啊，对面流量。对对对，真挺好，就是那肯定的呀。你长得好看呀，你要长那么好看，你也有流量。跟他们进去，没他们进去，弹幕加成，快，赶紧打，快点打，马上就后期想看你说了。我感觉我他妈错了。啊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我可能要脱单了。啊，真的吗？花坤坤啊，我昨天找占卜师了，占卜师说我马上就要扭转水逆了。啊！你小时候淘白白说的呢，爸，真的啊，小杜啊，真的，我今天马上就要第五个年头了，已经四年整过去了。是，那你最近有加就是新的就是迪迪的那个微信吗？嗯，有几个是为了工作上加的，为了那你上哪脱单去啊？那感情来，你走大街买菜都能遇到好吧？那我可不，我不。你算着塔罗？塔罗啊？他们告诉我，塔罗告诉我，我今年做的那几项投资都蛮好的，我可开心了。真的吗？你还信塔罗啊？信啊，那咋整啊？看不出来，你五大三粗的还信这玩意儿呢？哎，我操！什么叫五大三粗？我长得也叫那叫什么玩意儿了？五大三粗还信这玩意儿了？从明天开始呢？嗯。啊，我别人再问我有没有对象，我就说我有对象。啥时候呢？啥时候能有呢？请问？塔罗说他有。塔罗说我快了。云南信五大三粗。对。我杰哥和杨哥刚才给我连麦了，杨哥说你不找一个那个对象去三亚，他说我给你找一个男孩陪你去三亚玩啊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那你想跟谁去啊，我说想跟我那个我那两个朋友去，那两个女孩我们想一起去，然后他说就很无语，他说你这辈子吃不上三个菜了，对吧？哎，你俩现在干嘛呀？喝木耳啊？不懂，卡了吗？不懂，那个是晋升咒吗？就是我们俩不能说话呢。卡了。啊，卡了吗？郑威，郑威，我动的呀。他在装卡呢，他在装卡呢，他在。不够，不够，嘿嘿，三秒，差一内内。我掉了，我掉了。老铁，啥玩意儿？从二十秒就开始准备了，老铁，敢用第二句，敢用激动。他装卡。待会儿你再偷点啊！哎，二百五十八票打230票，你这说的真冤。快点吧，赶紧把你。我掉了两个兔子。哎，好看。
哎，可以啊。我就感觉我有点像站姐，我操，老鸡巴磕脖子了。没事，来来，哎，别这样，一会儿你不小心一会儿把那啥玩意露出来，这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。好，然后呢？来放歌，那个羊，好看多了。羊，这样才符合当代。啊，那个羊好像不能放吧？不是说把黄龄那个羊封了吗？啊，那别放了，放个炭吧。炭，就是那个，迷惘，迷惘在迷惘，噔噔噔噔噔。碳是哪个碳啊？是那个叹气的碳吗？对对对。论背心。然后我需要做什么呢？来，咱们来一个这个，给我来一个这个，这个。噔噔噔噔噔噔噔 ，OK。你不觉得你们让我这个体型人做的很过分吗？那不然让我做就不违和了，让我们做就是。就是把别人拿捏在手心，把你这些人都拿捏，把你这些全世界的鱼都勾在我的手，是这样吗？你还挺会说的。怎么忘？我不会呀、啊。这样，来跟着我这样，来，然后转，走，对对对，然后你是这样吗？勾一下，勾，来，对，我只会两个手的勾。可以了，怎么太难为人了，完了，都怂了。你那边其实看你这样还挺好的呢，穿得舒服吗？我不舒服。哎，石浩南，我交给你个任务，好使吧？嗯。你今晚就是，我希望你能就是。明天今天晚上过后，明天你直播的时候，我希望那个鲅鱼是躺在床上，而不是跟你一起直播的，好吗？滚！那得把它穿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什么？快走！谢谢干爹的红包，谢谢大家，我自己在抢的，没抢到。不行，他上台今天就算是我想他也不行。哼，你想吗？看他今天的困药了，怎么可能？想不想？不想，我不想。我点杯黑咖啡来。你不想。你看为什么我涂两下，你看我感觉我就特别精神了，然后你涂两下，怎么感觉你就感觉？我也精神啊，就是我把脸放在这儿我就精神了，你看。我给你涂一下腮红吧。别涂了，涂一下嘛。我就涂了都出汗了。那玩一下嘛。什么叫天天啊？那昨天前天也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除了跨年那天就没有了。来。你给我整的像西红柿一样。挺可爱，像铃。哇，像铃。哎，给你涂个卸妆妆吧，上面，你这样的话就不灵了。来，那是我老公不听我话，听谁话呢？哇，真好看！哎，这要整个啥？有点雀斑。为啥要弄雀斑？真可爱，卡哇伊。你看精神多了吧，像不像母仪？看不清，给大家凑近看看。这样，你这样推一下，这样麦克风给大家。你这样不好看，有点老。来，把法令纹凑下来，这样。别这样，你就说，你这样的话就不能这样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一定要这样，对，这样。然后教你怎么给大家麦，这样，来凑一下。
脱一下嘛，脱一下，最难的。怎么像要哭了一样？哎，怎么要哭了？啊？怎么要哭了？没有哭。好玩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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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感情的机器。哎呀，级别！你看我这样，我的头发阴影挡住的时候还挺好看的。你看，哇，有没有这个光会好看一点？我看看。哇哦，这样好看多了。我感觉我像那个玩具店里的有个东西叫啥？哦，我重庆，重庆玩啊？那是玩具店里该卖的东西。成人玩具啊？我像那个叫什么？那叫啥？啥娃娃来着？我给忘了那名儿。上也是脸上有很多那个麻子的那个芭比娃娃，脸上很多麻子，芭比娃娃脸上有麻子，谁买呀？什么娃娃上面有麻子谁还买呀？有麻子我为什么要买啊？有一个娃娃上面就是长得像那个悟空一样，然后就是有脸上有麻子，那个也挺可爱。是哪动画片里的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玩具店里的。叫什么？蒙奇奇，对，就是这个蒙奇奇，我还以为蒙太奇呢。蒙奇，不是叫蒙奇奇吗？蒙奇奇，还蒙琴呢？蒙奇奇，蒙奇奇，谁敢买去？谁要一个蒙？别叫奇奇，奇奇，别叫奇奇，我别告诉大家。哎，吃饭了，我们俩吃饭了，吃了晚饭了，吃了晚饭了。真的是那个大口大口的吃肉。买了一个蝴蝶的芭比，就喜欢长得奇怪的芭比。那我是奇怪的芭比吗？那你给我买了一个带翅膀的芭比。对，看起来。好，我知道。还有夫妻相，谁是夫谁是妻？谁是夫谁是妻？还没有呢，我们今天还得回家，在这边呢。Hello，等一下，我放一，我把歌停下来哦。等一下。发财，发财。什么发财 ？Hello，你们还在长沙吗？啊、哦，在长沙，就是在长沙。沙子最后一晚，了。最后一晚了，怎么卡了？你们卡，我俩卡。你卡。啊，对，在长沙的最后一晚了。我卡吗？啊、网还行啊。我一连就卡，好像。我网卡吗？不卡，不卡，不卡，不卡。现在不卡了，现在不卡了。对，有的时候我这边就有的时候不稳定的一下会卡一下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是，咱们都一样，我们在老破小，他也就这样。你们又在店里、啊？我们在店里，今天店第一天开业哦。嗯，啊啊！为什么开业不给我们发开业红包？给你们跳一个，大老板嫂，哇，那个，哇，发财，发财，哇，哎，我等等，发财，大老板，大老板，李老板，我大鱼老板，就是，你在干嘛呀？我们在跳发财舞，在跳开业仪式哦。我们今天剪彩就这么剪的，别人开业都放鞭炮，我们开业，跟着我们几个人在门口舞了一段。有花，哇，他们有花，我们也有花，我们也有。啊，这个花花是送给微微的，那个跨年的时候送给微微的，送给怎么了？还是我跨年什么？就我，为什么你跨年没有给我送花呢？为什么？完了，要卡。为什么？我这个花吗？浩南不会跨年没送花吧？浩南，哎、你搞事情，你搞事情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？我看你真的没有花。
对呀、啊，我们快点没事，心意在，没事没事，快点陪家人吃饭了呀。没有花的话，一定有吃海螺。真的吗？是啊，然后我吃了很多蝉蛹、啊，然后说蝉蛹照相。有别的这个方法。我跨年，我跨年在干嘛、啊？不一定非得吃蝉蛹，然后说蝉蛹壮阳，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对对对，跨年前他吃了好多虫子，对他吃了好多虫子。糟了啊！我能听的吗？那个话，对，啊、我们打一把。好，打一把。嗯啊，对，对你昨天为什么打哥哥眼角了？我没有打他眼角、啊，因为我们在演示那个特效。你知道有个特效全是影子嘛？然后他给我演示，我给你演示无影拳，然后他看这个屏幕，然后看影子，他不知道自己手到哪儿了。没想到真的打到我了，无影拳这特效。对，我要为你来主持公道。对，没事的。然后祝你开门红，祝不这、啊，我跟你说，祝鲅鱼开门红。家里老跟祝你话，怕你别打。你别说，乱说话，乱说啥呢？故意人说，故意说，不要说。对，我在家里一直地位非常的卑微，他总没事儿啊，或者之类的，能看出来我的地位真的一直挺卑微的。嗯，我也是。但其实你不知道，我们两个你地位卑微，我们两个其实现在都是在这样播。其实他就是我们都是在跪着播，我们是跪在椅子上播的。对，不是大家表面上看起来我和鲅鱼每天在家地位很高，实际上不知道。浩南同病相怜呢，浩南。对，我也觉得我们俩真同病相怜。几个啊？几个？打一把，我们怎么玩？你们最近有玩什么好玩的吗？啊、你在最近有学跳舞？跳舞啊！所以我们俩，但我们俩昨天跳了一跳，你跳的，对，我们学了一段好，也行，你们给我跳跳也行，有意思。我们跳，你们给我跳也行，那我呢？那还是问问题吧，继续问问题吧，好久没问问题，好久没问题，行。行，那重新邀你，可以。我等会儿啊，我赠送你，我赠送你，祝你十连胜，好，十连胜。啊，真的十连胜！啊，我们拿下这把，我们拿下五连胜了，家人们给我打赢这把。啊，没想到五连胜，没想到五连胜了，真的十连胜了吗？没有十连胜吗？还没有呢。哦，你再打一会儿，我们拿下十连胜。对，大家你我们就五连胜了。好，我们闭班了。你买的，我们闭班了。几个问题，五个问题行吗？五个问题，这么多啊？好久没见了嘛。那你给我跳两个。好久没问了嘛？那你再给我们跳三十秒。行，跳三十秒行。可以。嗯。不能划水哦，不能划水啊，只认真跳。不划水，一点都不划水。我这次我认真学的真的老牛了，我跳的就是那个律动。他们说我跳像那个熊在蹭树。行，他放屁了，对不起。好，一万五丢人了，对不起。你放屁了，是椅子的声音。放屁了，你别，等等，我活不了了。别那么强，真的吗？对，大家就是可以，你可以就是如果想要接线，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哦，可以加我们客服微信哦，这就是加我们自己的微信哦。我们会假装客服跟你们聊天的，对，我们会用客服的语气跟大家聊天的，你们可以猜一猜，猜到我们是谁的话就对，大家可以选择客服，有客服零号和客服一号，看你们选择想要哪种语气跟你们说话，想要客服零跟你们说，还是想要客服一。或者客服零点五也行，客服零点五是谁啊？我俩都行啊，行。欢迎大家来串门，欢迎大家谁来串门了？串门者刘东西，谢谢汉汉送给我们60个小心心，谢谢小猫咪送给我们一个棒棒糖。先把多的点出来，然后再把少的点出来。来，谢谢 QQ 送的我们一个遇见你。我今天连脸都不想洗，我更不想抓头发了，因为今天起来有点早。像客服一样，客服一号就是我装一跟你们说话，客服零就是我跟你们说话，0.5就是我改变一下，就是咋了？我就不能说话是吧？我是不能说话。问你这一天你说话了吗？不是，那个不是放在你们那儿的吗？说话的吗？我可以说话，我现在我就那个他们选择我就说话。
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抹茶味的香菜送给我们的五个棒棒糖 ，five 抹茶味的 five 棒棒 ，five 棒棒糖，棒棒糖怎么说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棒棒 sugar， 我们以后都会在店里吗？对，我们以后都会在店里。我们就被囚禁在这儿了。六号开始，我们就会在店里了。我们就因为这两天那后面的床就是让就是我的朋友在那里面借住，我们没有地方睡。对，谢谢 Monster 送给我们的灯牌，谢谢。Lollipop。能可以快递，可以快递哦。如果你想要图片的话，想要做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打。然后就是，如果想要我们两个的画的话，我们也有这些图片可以就是打，可以快递的。谢谢二三 T U G 送给我们的 Sugar Life， 谢谢中直播给我们店中直播，因为我们休息啊，不要休息两天，我们这两天就是猛开店，然后前两天在装修，然后就是猛的装了一下，对，打架子啊那些，对，然后在我们的房间没有装，房间就还有弹毛线呢，对。Yes， 谢谢送给我们玫瑰，谢谢骆驼送给我们的小心心，谢谢抹茶味香菜送给我们的一个玫瑰花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对面已经七千票了呢？为什么对面已经七千票了？他们能分开什么地方？开的那个 Tasking 杠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打了一个屁股链子，对，然后对，一般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瞄准这个地方做就行，对，就是做就可以，非常好看，对，做的非常的舒服。那再见，他们就在这边。就是做了就会那种肠道顺畅，对，还有一个长款的，这个其实也不长，做的这个对，这是马甲，都是80×80的，80×80的，这也非常好看，看80×80。这是 Hello Kitty， 这是汤姆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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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很好看的，这个，哎，就这样，对，我们手非常厉害的，我们能凑到1000票，我们凑到一千票，然后我们就下播，那倒没事。我们就是赚一个面子，对，我们想要点脸，看看背景啥样，背景是闯床，他说看看背面啥样，背面就是那种繁华店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我们直播间人也少。谢谢 Aris， 谢谢 M 雪，谢谢神圣银幕。谢谢，我看看我该谢谢谁呢？谢谢 QQ， 谢谢二三，谢谢 MG PFD， 谢谢种香菜的猫，莫西安，小蓝胖子，还有二三四个字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还有谢谢小心心。哎，别夸，害羞了。啊，唱的太好听了。你们夸他了吗？你俩夸他了刚才啊？没有啊。我听到鲅鱼夸我来着，说我唱歌好听，听到了。真的吗？啊。哎呀，说谎话遭报应！不至于，鲅鱼，鲅鱼不至于。看到我们的 Tasking 了吗？好看吗？看到了。你们可以给我发一个图片，然后我多收你们好几百块钱，然后给你们做一个。大叉。干嘛呢？这是。8000票打我们400票，就是啊。来评论区征集一下问题。咱们自己先问。咱们可以放心问，因为和鲅鱼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了。对对对。没有。下次你来我们店里，我们给你优惠价打毯子。我三千八，我才21岁，怎么认识20多年了？我跟鲅鱼是那个。1962年的时候认识的，对，然后那个是老闺蜜了。我是99年的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你是99年的呀？对呀，我是99年。你21岁吗？一下就猜到了，姐21。你是97的还是98的？你是01年的，不是，你是00年的。我是什么星座呀？你是天蝎。哎，巨蟹，他是巨蟹座，一个星座。你是巨蟹座，对。关了吧，赶紧逃。是98是巨蟹的，然后话。然后先问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蚕蛹，蚕蛹好用吗？蚕蛹好用吗？蚕蛹好吃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好吃不好吃？对，好吃不好吃？蚕蛹，对，味道好吃，就还没用呢，吃了还没用呢，攒着呢，还没用，还没体会过。别大招了。哎，那不对呀，那不是，不对呀，那不是，
那这个相当于一下附赠了我们好几个答案了。他们是一月一号吃的简用，然后一月三号还没用呢，那应该是有几天了啊。咱们你真的是柯南的福尔摩斯啊，真是柯南，好牛。咱啊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最长一次的话，就是自习时间大概多久？自习时间吧，就是到底有多自律，然后就是到底有多自律，做练习题的话最长。这问题我给你吧，你自己编吧，你看你想说多少人？你自己编怎么？啊？好难证明自己。你说什么？等一下我说说悄悄话啊。不是，那你跟他说啊。说真话。那他说真话呀。咋了？你这种不口吗？真说真话，说假话？真的说真话？啊？有这么难说出口吗？鲅鱼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真的吗？二十分钟？二十分钟？哇，你还平？那就是很集中，很集中一段，就时间比较集中。然后就是虽然就是我就是学习二十分钟，但我本就是注意力是百分之百集中的，这也很好，也很好，很好。啊，学习效率很高。正常吗？正常。嗯，那行，给你正常。二十分钟还不够，就是还不够我俩进那个就是翻书进入状态的，还不够打开书的时间。我要打开书的时间就二十分钟。我也没就是我也没算这些。书包里拿出来书，再把书打开，然后再翻一下什么。我也没算这些，我也没算翻书的时间。但是也不播，没有两小时、啊。第三个问一个，就是生活一点的吧，生活一点，生活一点的，生活一点的话，比如说问一个，问一个，我在那个评论区再说一下。咱们生活一点的，生活一点的，咱们生活一点，想想咱生活一点的。好，我看看你们能憋出来生活一点的，憋个大招。哎，你们算了，不行。疼死了！还有啥我看看。哎，就是你们一般喜欢读什么类的书籍呀、啊？嗨，这个我们读的就这个真的就很正常，因为就是咱就是没上过什么学，就是没什么学历，就那一种来回看。书能生巧，咱现在还没手也没巧呢，就是先多看多读多练。啥呀？我们两个也是，就是一点一点，然后再。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在刷五岁和五个呀？是什么意思？五岁还是五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觉得好像是想吧，是那个是想要他变成五岁，还是让他变什么五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没懂。我今天好像也看到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两天没怎么刷啊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一个五岁的哥哥和五个哥哥选哪个？都是他吗？我懂了，我没懂，就是一个指的是书本的那个，就是咱们就是做题的量，就书本的厚度，然后另外一个讲的就是那个，应该是讲的就是复习的时间，然后指的是学习的时间吧。哎呀，不是色色，他们说不是色色的问题，他们说是要，比如他是要、啊、完了，我现在脑子里完了，不行。是要不行，我脑子里现在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是要五岁的申浩南，还是要五个申浩南？那这不是色色的问题吗？那五个我来干嘛呢？那我就要五岁的申浩南呀。啊，你呢？你要啊？不是，就是字面意思，就是字面意思啊。你要五个的话，不行，我脸我怎么给自己说红了？行了，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得了，再问一个，咱们就是说。那个正常一点的吧，别问太那啥的了。嗯，没问题了。就是谁管钱吧？就是谁管钱、啊？就谁管钱吧？谁管钱？你们看，我管钱，我管钱。哦，那看来大家都一样。浩南真的是同病相怜，浩南。马云，等会把浩南给你推过来。我求着他给我。对，他都给我零花钱。哎，我真的很大方。但是他很大方，他给我零花钱。对，我很大方，就是我只要他也很大方，也很大方。我只要没钱了，给我开基础卡，没钱你就转给我，然后他就会整数整数的给我转。啊，因为最小只能一块钱是吗？不是，就是最小只能一分，大于一百分，再小的转不过去了。我今天给他发了两个520呢。哦，
哦，那我还不加微信，咱们还是不太一样，咱们还是不太一样。哎，你们多高啊？啊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个问题吗？啊，多高啊？我记得你问过我，我一米八六。真的，我承认真的，他真的一米八六，我真一米八六，我穿鞋一米八七。浩南呢？他一米八二，他其实一米八一，一米八一。对，有时候我会谎报身高，我说一米八三，但我其实我鞋里我塞一个鞋垫，我就跟他一样。他塞两个，他塞两个鞋垫跟我一边高。我现在塞的是一个鞋垫，我跟你一样。干嘛去了？他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对，怎么了？真的吗？还穿单鞋垫是不是？我也穿啊，可以穿两个。我还有时候我还塞两个。啊，他一般就是说他那个鞋，你知道啊？他一八八，他一八八，天哪，他一八八。我昨天还看评论区，你的评论区还有什么？下列 V 幺八八。啊，对，他幺八八，就是哥哥他那个鞋吧，就是你不是塞垫子吗？他那个鞋本身这么深，然后塞完垫子能放脚的地方就这么高，把脚放进去。干嘛了？给我两步到掉下去。给我做成优，我帮你翻他们唱话一起。啊，我说那啥，我说下回给你买一个好看一点的鞋。嗯，哎，那我们四个里我最高，我一八八。对啊。对，一会儿你下播记得看一下超话哦。啊，超话里有什么？超话里有一会儿有我，一会儿有我会发一个好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好了，下次再连。谢谢兴隆，鲅鱼老板，叫鲅鱼老板特别像在叫痞老板，蟹老板，痞老板，鲅鱼老板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我做到翻给我拆了。你能告诉我你这是啥吗？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花，好看吗？大菊花呀，这是花。大菊花呀，这是花。大鱼，你不是很适合开这种手工作坊的店。嗯，你有考虑过换一个职业吗？挂了，就是换一个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屁股垫子，拜拜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屁股垫子。我看看你们垫子。你看看我们的屁股垫子，这是我们今天做的，这个还就是没准了，这个眼儿坐下去你就会肠道通畅。哎呀，你好有病啊！不好意思，又被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走了。你有病啊！你是不是一天咱们不被警告，你就没有啊？我这不是我刚刚就说了呀，咱们俩一天不被警告，你是不是难受？啊，大家一天不被警告，你是不是难受 ？I'm so sorry。我住嘴。我不说话。我看起来好一啊。等一下吧，不敢连完，我们等一下再连。陈秋雨刚才讲，我们太惨了，我们等一会儿再连好吧？我们歇一会儿，我家人跟他们说，我们歇一会儿，跟你。哦，我们休息一下假。他真的很奶，我也奶一点。好奶孩子，要不要返工？可以。8月1日，你早夸我一句啊！我都开始涂了，你就夸我，下次早点夸啊！喝口水，谁喝口水？好大，哦，人家你喝口水，哎呀，滚！不是，那个字写的就是喝口水吗？啊，口水，真的服了小奶，我今天跟你在一起，我感觉我就是不行了都要，不行了，天哪，哎呀，播不下去了，你跟我在一起都要不行，原来我坐在你旁边，你这么刺激，不行了，为什么把自己画的战地记者一样？什么叫战地记者？怎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这有什么梗？什么叫战地记者？家人们，他不告诉我什么意思。就灰头土脸的，怎么感觉黑了？我涂的是红的。是红的哦，是红的。奶不奶？家人们，把奶给我打到公屏上。
远文学又是什么？他们说你把，他说让你把拉链拉下来，说你没有脖子。把拉链拉下来，把拉链拉点儿，没有脖子。我以为大家是让我把拉链拉下来，给大家说一声我没脖子。鲅鱼是直男，鲅鱼是直男。可直可直。奶奶的，哦，不是奶奶的，没骂人，没骂人，别举报我。90度直男。啥呀？球迷群不连着呢吗？啊？不连着呢吗？跟谁连呢？什么都会去打出去感觉不？哎呀，不行！今天怎么回事？我们俩今天可能困了，不行。我发现就开店以后，我发现整个我们两个就是情绪就是调动的，就是很多。我感觉我们到晚上都有点精神错乱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就精神都不正常。欢迎光临你们请，想要做什么框，大框小框还是中框，我们这边有不同价位你可以供你选择哦。然后转头说上台挂布了。今天也连着呢，今天也在拼。哦对对对，帅哥哥。Hello 好久不见，你们今天就会点播。你们快年播了吗？我没有，喝了三天的酒。喝了三天。对，你看我现在状态就是非常的差。我看到喝酒喝过敏。我看到你发的那个抖音了，就是你去那个叫什么法什么寺，法喜寺。啊。那个外套好好看呀。那个外套确实很好看。我好喜欢绿色。但是但是他没有给我接推广，没有让我推广，我就 low。就是 stop 不说什么牌子。那你回来就是咱们俩关系再进一步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可以把它送给我吗？可以。送的话，先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哎呦，看来关系还没到这，那算了吧。但就是必须要主动送。假设，对，假设我是在假设，但是你连假设都不愿意给我假设一下。假设如果。我们如果就是关系更进一步，也是有可能送你那个外套的，也是太多假设了。双重老师教过我们，双重反问是对，双重疑问是否定句。双重疑问是否定句。对啊，双重疑问是否定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关系再进一步，也不可能再送你，也不可能送你，也不送你，对，去掉。那个猫有聪明，因为是缅因猫，缅因猫就是它会有一个那个耳机包，很好看。因为我们这两天在开业，我们这两天就是都没有出去玩，就是因为我们店准备开业，我们不是开了一个，今天刚开业，我们今天店刚开业，快祝我们发大财。开了，是什么店啊？Tufting 那种毛线枪，然后打地毯，给方方看一下，看就是打这种地毯，自己可以自己打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想玩吗？我记得你温州就也有的。我温州我不太清楚，哎，就是我最近一直就是会有看到在抖音上刷到过。对对对，现在还蛮火的，然后我们就也开，因为是在自用，就是用我就是一个老房子，然后就是改了改，然后外面就是店。怎么突然卡住了？啊？卡住了吗？我把这个擦一下。卡了吗？可以。哎，那你们是在哪里啊？我在天津。你们是住在哪里啊？天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你今天不记得我在哪里？是，非常。我一下子没想起来嘛。太过分了，我们不是太久了，因为我记得是我跟你第一次连麦的时候，就是我有问过。可是我一直都有记得你叫什么的，我也知道你住在哪里，我知道你就是知道你好多，你都不知道我。我听不下去了。你把你那个就是镜头下面那个小抄先拿出来吧。我都是认真的记在我心里的。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关注了你的超话。没有他谁都是这个套路。我没有，我甭信他，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对对对，他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他谁都记得，他记性好。对，我关注你的超话，我还点赞了呢。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就是要先去微博去跟你互关一下？
我微博真的是很惨淡的。哎，我微博也很惨淡，你应该没有我惨淡，对你比我好很多了。真假的？真的，我的微博就是当那个朋友圈发，我的微博都不营业的。那怎么可能会就是火、啊？就是要发起来了。我像个海王啊！我像个海王，放屁！我都是对朋友都是很真诚的，我就是哪里海王了？他们说我像海王。怎么可能？看起来就不像。对啊，这话、哎、这个话真的好难接。天哪，你长，你跟我一个朋友真的好像，他也是温州的，你们真的好像，看到你就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可能温州人就是长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就是长得也很像，然后就说话也很像，就是很像那个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树懒，就是那种感觉，那种呆呆的，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很可爱。这是夸人的吗？没有没有，真的是夸人，因为真的就是真的，没准你的认。行吧，那我就是接受这个夸奖了。亲切感，对，亲切感，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就会成为好朋友。啊，你说不说话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事情，让他去一边去，我们两个在说话，他就是没有他，下一把他在沟通，对吧？我们两个单独沟通。对，我是温州人。天哪，我的粉丝居然不知道。假粉，马上退出他的直播间，马上退他的，我不允许你们不知道。我不允许你们知道芳芳是温州人。我可以一个纯纯的温州男，我不想理你。好男好帅，他们说你好帅，看起来他们夸你呢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来我直播间吧。开始播。滚！别，我没有网，我没有网，求求你了。我看对象也是在直播吗？你们开了两个吧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直播，他说我不理他，他要自己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店，给你参观一下。啊。那边参观我。好，这就是毛线。我可以继续躺着了，你在那。哇。没有，不行。好有少女心哦。这是各种毛线，然后这边是那个芝麻街。嗯。它这个就是图案，它那个形状是它就是规定好的，就是打在哪里，还是说不随便打？你想打哪里都可以。这个是刚刚我的朋友打好的，他打的一个样子，我给你看看，这是反面。正面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打的很好看哦。天哪。让我看吧，感觉很想搞一个当地毯。看吧，感觉很想搞一个当地毯。看吧，感觉很想搞一个当地毯。给我打一个就是，让我想一下，打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你有没有那种 Q 版的那种样子啊？就是你的那种 Q 版的那种头像，或者是那种……我有啊，我头像就是我的头像就是我的 Q 版，那你想不想要一个你？要不打个头像？你想不想要一个你和学长的？我学长的合照吗？对啊，你们有没有那种两个人的？可以给你们打一个两个人的，很好看哦。可是我觉得学长应该不是很想要吧？要不还是打我的头像吧？好吧，那我打你的头像。那我到时候打好了告诉你。嗯。你把 WiFi 给我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开心哦，白嫖到了耶。啊，找到的，那你能不能挂了我以后再说这种话？一不小心说漏嘴了。我有点卡，我老公把网断了，我要跟他吵架去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他把网给我断了。没事，那你们先去吧，你先去吧。我给你断了，是真没电了。你就是给我断了，我要跟他吵架去了，拜拜。我手机真没电了。拜拜。开不了机。快点，马上的。在充着呢，3%的电。真开不了机，哎，又跳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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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地儿，你也得听我的。对不起，奴婢错了。你干嘛？这姿势很猥琐，滚啊，滚啊！这种姿势很猥琐哎！为什么我急眼的时候就是连着牙一起挤呢？我刚才还开了个
点开，嘣一下手机关机了。那你开直播吗？开了。那你带走了我300个人。哦天哪，怎么开了一个美颜？谢谢姐送给我们的圣诞花火。Sing Glover。圣诞花火。左右。谢谢，还可以吧。左右。一般般好看吧，还可以吧。应该一般般好看，你要说很好看，右边特别好看，快说。右边不是我吗？不管，反正是右边嘛，你说右边特别好看，右边特别帅。家人们，我们卡不卡啊？好卡了，怎么办啊？妈，我给你开热点。快给我开。我们连一下热点，家人们，我连一下热点。真手机没电了，不是我那个，我当时开这直播呢，然后一下蹦一下断了。他把网给我关了。老公在右边，我就是他老公。美颜掉的瞬间变黑，注意这个美颜，我刚才把它调滤镜，给它关成正常，没有滤镜了，没有滤镜就是变一下变黑变丑了。浩南能换一件衣服吗？他不给我买衣服，放屁。他有好多衣服呢，因为这件衣服比较厚实，然后我就他这两天总说有点冷，就让他穿的这个。你开了吗？开了。那我明天上怎么办？我要退出时间吗？应该不用吧，应该是自动连的。还卡吗，家人们？迷惘的迷惘，哒哒哒哒哒，好像不卡。大家怎么样都好看，谢谢。天津有暖气，不卡了，不卡了，不卡了。哦，不卡了，那就好。对，有暖气很热的。那刚才羽绒服，我就是想给大家秀一下我的羽绒服。对，主要是我坐在他旁边，他浴火焚身。看一下我们球迷群这么强，你想打屁啊？好 ，Hello， 嗨。哇，你的脑瓜剪得好精神呀！对啊，他就感觉有没有感觉一下子年轻了？对，好奶呀！就是你懂吗？现在就是你，带一点点那种色彩。没有，不能提色彩这个词，不能提，绝对不能提色彩。就提，带、就是、带点那种那个英文。就是color 啊，对，就是带点 color 啊，没有 color。感觉灰灰剪完这个头发以后，你们可以在上自习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花样了。因为剪完头发更多少年感嘛，就是因为就是少年感的话，就是就是会比较那个比好玩什么？你说。你说我不敢说，你说吧，我才不敢说呢。说你们可强了。你说，我说，袁老师说吧，就不能远文学说吧。远文学，我卡吗？不卡。远文学的话，问问题了就问问题吧。远文学可以啊。嗯，好。可以啊，那我们就问问题吧。我们几个问题呢？两个吧，不要问太多了，三个太多了，两个吧。哇，好的，我怕你们好的。远文学不及格，然后直播间就消失了，我怕你们两个。没关系，我们打完这把正好也该消失了。意思好，那你，那我们闭门了。闭门嘞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远文学天，那太可怕了，真的吗？多可怕！我好几天，两天没播了，感觉都跟大家接不上轨了。谢谢小星星，大家家人们，我们这把投一把，我们最后一把了，我们最后一把了，准备下播了。谢谢秦宝的小星星，谢谢秦宝小星。打包，一会儿下播打呀。今天我们回家早点睡觉吧。钱要命哇！你不困吗？不困了。不困了。嗯。我们等会儿吃点吧。哎，对，我们一会儿不是答应吴倩去吃宵夜吗？对，我们就是吃个宵夜，然后再吃个宵夜。下播不工作。嗯，先吃个宵夜，然后我们再吃个夜宵，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现在说啥了？这是，我的妈，我好好奇呀、啊。好像很有钱，好像很有钱，一直都很重。
是他刚才他不是最近眼影涂在了眼袋上，对，我刚才不小心给他不小心给他涂了眼影，涂到他的下眼袋上了。爷爷在听夜宵，小爷爷小晚上，对，是我画的，是我画的，谢谢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谢谢 Tiny Flower 送给我们的 Tiny Flower， 谢谢 Tiny Flower 送给我们的许愿瓶，谢谢谢谢家人。因为远哥是那个工作原因，所以他要戴口罩。嗯，对。谢谢谢谢送给我们的大啤酒，大啤酒。有些对，真的吗？他们最近这么敢问吗？是吗？他直接可以跟我们问下播吗？对对对，不能暴露职业的。家人们，我们最后一把了，我们冲一冲。谢谢谢萌萌送给我们的棒棒糖，谢萌萌，谢谢阿桃无森林送给我们的仙女棒罐罐。我们是清纯主播，就我们也可以来一点那块，怎么办？我现在一看，我现在一看这种问题，我立马就懂了，怎么办啊？哪种啊？哇哦，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让我们赢一下吧，让我们赢一下吧，家人们偷一下吧，要不我们先上个1000票。嗯，有个商量吗？孕吐，孕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还真没懂，这个是怎么，就是人吗？好商量了，我懂。哇哦，谢谢卡姐的，谢谢卡姐的樱花 boss 姐，跟我抢，谢谢卡姐，谢我们鱼的666，谢我们卡姐的比心，谢谢9090的烟花，谢谢家人，谢谢。没想你就把那枪拿来对着那瓶子，不敢。哦，这，来，咱们来问第一个问题。就咱们刚刚在学习，就是简单的一个，三角函数。嗯。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对立型三角函数，是器型三角，对吧？这是竖型三角。你们平常最喜欢哪个？就是最简，你们简直。然后让我看一下，怎么办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脸显得更棒。这个是器型三角形，这个是竖型三角形。你们平常就最擅长解哪种题？第二种，嗯，哦，第二种啊，器型三角形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咱们就是简单一点，就是做一个选择题，咱们也不敢让对面做一个论述题，我怕对面真不及格，到直播间真的消失了。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讲话。我真的没想，太牛了！我真的没想到，但是我今天我更多震惊的是，我今天一眼就看懂了。哦，啊，脸红了就能代表咱们成功了啊！第二个问题，难点吧，也是给你们做个比较简单的题目啊。你平常跟浩南啊。是写论文呢，还是写语文卷子呢，还是写英语卷子？论文的话，咱们有个特点是什么？论文的话，就是一天必须要拿1到2天的时间去写这篇论文。语文卷子呢，咱们只需要2.5小时，因为它有作文嘛，作文会比较难写，它需要。英语卷子呢，就对于英语好的人来说非常简单，大概也就是选择题可能半小时就做好了。英语小作文呢，估计也就20分钟，可能1个小时不到就做完了。嗯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课堂练习啊，就非常短，就是比如说老师让给20分钟，你就解决了。你是哪一个？1、2、3、4，课堂选一个。课堂练习。就是比较短的意思。就是题目就是很简单，然后就是好可爱啊！天哪，好可爱！哇，萌到我了，就是你刚才一笑说话，就是马上一捂着，像那个，
不要说话，然后你乖乖背上书包，你明天能不能背着书包去来直播啊？怎么了？好可爱，我好想去撸你的脸。至于吗？啊，至于吗？我，但是他虽然是我，就是我，像男可能就是一般不太爱学习，他一般就是课堂训练会多一点。我的话一般就是我的一般话，我就是论文，我论文写比较多。嗯，对。那、啊、你论文你跟谁写啊？浩能只能写课堂练习，你为什么只能写论文？就这不是两？怎么说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较，就是拿笔的时候那个就是拿笔比较耐吧。拿笔救命！离开直播间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啥？拿笔比较耐是什么呀？气死你！气死你！反正我下播了，气死你！拿笔是什么呀？拿笔比较耐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下播了，我瞎说，我瞎说。没事的，我瞎说的，瞎说的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说的意思，我就是瞎说的，我瞎说的，我就因为要下播，我故意气他们，我故意吓他们。他们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拿笔比较耐呀？比较 nice， 对我胡乱说的。谢谢，不用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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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让董，别让小董赚我们的差价，宝贝，别送了，宝贝，别送了，别让小董，别让小董赚我们的差价，我们下播了，我们下播了。下播，本以为是个青铜，其实是个王者，其实真正的文学，其实真正的文学就在我的脑子里。妈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有病啊 ！I'm so sorry， 方向下。晚安，晚安，我们要下播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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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去吃夜宵了。嗯，然后再吃宵夜了。对，他们在分析我的文学。好，我们是真的说对了，我们是真的去外面吃砂锅。大家听到了吗？帮我录个屏。他刚才说了。我是的意思是我们真的要去外面吃个宵夜，夜宵了。然后呢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我们是真的要去外面吃一个砂锅，很好吃的砂锅，天津很好吃的一个砂锅。然后回去再吃个宵夜。对，那我们要下播喽。他又说对了，他已经答应好多次了。如果那个，就是他就是不说实话的话，我晚上就拜拜拜拜，放一个吧，放一个歌，给大家放一个歌。I'm just a little boy, not the same.I was sick, but I didn't come back this day. 如果他晚上就是不吃你宵夜，我就把你推进考场。怎么样的？我不知道。有镜子哦。